好，不过我们刚刚谈到这样的一个节目，艺人呢来接这样的节目其实越来越普遍了。之前除了白冰冰之外，台面上以这个奶哥徐乃麟量最大，打开电视可以同时看到他卖四种产品。他代言的产品包括了增高、补肾、清血管到减肥都有，一个月可以多进账百万元。而一般艺人代言产品每卖一组可以抽100，而这个徐乃麟主持常态性节目一集10万元，而主持自助性行销的节目每集可以拿到15到20万元不等，一家厂商连拍5集可以入账将近百万元。